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农运购物台，我是主持人诗诗。你是不是也有遇到以下的问题呢？常常在外面外食，大鱼大肉，好油腻，同时觉得好罪恶，好想解腻啊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不用担心，今天我们要好康爆你知，马上要来推荐的是荣获国家健康食品双认证的农运乌龙茶，在你大餐之后来一口，马上解除你口中的油腻感哦。平常在家饭后都要来一瓶农运乌龙茶，出外工作也要随身携带一瓶，因为你们都知道，常常便当一打开，这个大鱼大肉吃完饭满嘴的油腻感，但是又要上工了，所以农运乌龙茶可以说是我出外工作饭后解腻的好朋友啊。再来，更重要的是，农运乌龙茶使用阿里山乌龙茶，茶感浓厚不苦涩，喜欢浓厚茶感的朋友们，当你喝了一口，你仿佛会找到这世界上最懂你的那一个人了。什么？等一下，搞不好你说什么？好消息，已经开始抢购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马上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。浓郁乌龙茶荣获国家健康食品双认证，可以调节血脂，而且不容易形成体脂肪，让你不止喝得尽心，也让你喝得安心哦。平常想要喝一杯好茶怎么办呢？你需要好的茶叶，需要好的水源，还需要有很多时间在那里慢慢的泡茶，这个叫做有钱又有闲啦。但是在繁忙的生活当中，如果你需要饭后解腻喝一杯好茶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可以一箱一箱的买，又或者是你走到便利商店随手可得，而且现在600ml只要25元哦。各位，你没有听错，来这个闹，600ml只要25元，一瓶这么高 CP 值的茶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超值的呢？来，诗诗教你们，其实可以在家里一箱一箱的买起来，因为全家饭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一瓶浓韵乌龙茶，而且刚刚有特别提到，浓韵乌龙茶可以调节血脂，不易形成体脂肪的健康双认证。那除了诗诗今天在这边之外呢，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陈涵宇营养师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让我们欢迎营养师。我想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很好奇，这一款可以调节血脂，而且不易形成体脂肪，还获得国家健康食品双认证的浓韵乌龙茶，到底是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呢？其实啊，现在可以常常看到很多人呢会吃一些高油高钠的这些微波食品，或者是加强版的泡面、水饺，甚至啊直接拿起手机叫各式各样的外送大餐，像是披萨、烧烤、火锅等等的重口味料理。其实啊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吃美食当然没问题，重点是要喝好。我们呢可以用浓茶平衡法，透过呢饮用有调节血脂以及不易形成体脂肪的浓韵乌龙茶，有助于啊减少体脂肪之形成，以及啊延缓低密度脂蛋白之氧化，平衡身体还有饮食上的负担。所以荣获国家健康食品双认证的浓韵乌龙茶是蛮好的选择。是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听到重点来喽！平常不仅仅吃好以外，你还要喝好。以后看到美食在前面，我们直接不忍了，不忍了，勇敢的吃下去，因为让你吃大餐的勇气就是我们浓韵乌龙茶给你的。等一下，导播，什么事？哈，网络已经塞爆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叫我们赶快做 ending 了。好，来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，这一瓶600ml 浓韵乌龙茶只要25元 ，CP 值超高，而且重点是荣获国家健康食品双认证哦。没错，让你的荷包还有饮食呢都喝得没有负担，不易形成体脂肪，我们都喝浓韵乌龙茶。